我是监察院提斯，也是费老的学生，有没有人理我一下？质地正确，印记正确，图文吻合，是真的。啊，原来是提斯大人。大人，费老如今不在京都。我知道，我是来调一份文卷，丁字534号。大人，那请您跟我来。打听到了，整条街都传遍了。那范闲一出门就闹事，和宫中编撰郭宝坤起了争执，还动手打人。打了郭宝坤？那倒没有，只是打了郭家护院，可也能看出是个莽汉啊。还有刚才他自家妹妹还在车上，他怎么就成何体统？小姐你别生气。我没生气，我觉得这世上总该有值得托付的男子，若非良人，我宁死不嫁。哦对，还有一个消息，靖王世子明日请范闲去府上参加诗会。诗会？这是没事，大人，这只是地牢里的一个死囚。大人您这边请。